来自全球各地的同修道友们，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我们这边的知识告诉我，今天还有一点时间，问我要不要跟大家见见面。我说好。来自全球各地聚会一次，纵然时间短暂，也非常可贵，我们很珍惜啊。在这个地方，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很多，但是最重要的名正言顺，名不正则言不顺。今天我们在此地聚会，这个地方不是普通的道场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啊。我们有幸去年九月，我们接受总部给我们的文件啊，准许我们在此地设立一个办公室。我想很多同学都去看过啊，说明联合国了，肯定了宗教不是迷信。我们在此地第一次在这边办活动是2005年啊，这十几年来我们年年都在此地办活动，所以是面孔都相当熟悉。这个活动的意义在什么？在于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联合国的宗旨跟我们活动的宗旨完全相应。我们非常感谢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啊，我们得到这样的待遇，就应当认真努力把联合国的宗旨做到啊。我们怎么做？中国祖先教给我们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，还是要靠教育。无论个人生活、家庭、事业，乃至于到治国平天下，都是以修身为本，教学为先。佛教是教育啊，许多人问我
宗教怎么会是教育？不能怪他们，要怪我们自己。他们社会大众所见到的是宗教的仪式，像过祖华会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告诉诸位，他没有做过法会，他干的是什么？讲经教学，啊，49年，一直到最后圆寂，留下来的经典非常可观，啊，那是他一生，我们称之为大藏经。啊，中文翻译的本子很多，也做了很多次的翻译，大量的流通，跟中国儒释道相提并论。啊，儒释道是教育，佛教也是教育，佛陀的教育，佛陀教我们什么？教我们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佛菩萨的智慧，啊，我们一般称为圣贤的智慧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也把宗教看作迷信，没有接触过。我学佛是26岁才开始。我跟方东梅教授学哲学，他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感到非常讶异。我说佛是宗教，是迷信，他怎么会有哲学？老师告诉我，你还年轻，你不知道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从来没听说过。啊，大乘经典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典籍。又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这才接受了。啊，当时指导我的有方老师，另外还有一个出家人张家大师，啊，前3年我跟着两位老师，他们说的话真的没有骗我。那我就问我学佛到今年60年了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有没有享受到？我享受到了。啊，我从事于佛陀教育、讲经教学，我是三十岁出家，33岁受戒。出家之后，我就开始我的讲经教学的生活。
到今年六十年了。啊，我非常感谢台湾、香港、大陆不少的同修，把这些资料整理都印成文字，分量很大。我自己还没有看过，我看了很感动啊。佛陀的教育是圣贤的智慧，我们应当要接受，要依教奉行啊。他教些什么，我把它分为四大类。第一个，伦理，叫我们孝亲尊师，这是一个伦理。他有道德教育，有因果教育，圣贤智慧的承传是好东西。我们遇到了误会，都把它当作宗教来看待，当作宗教来学习，我们学习的太有限，1%都不到啊。所以我提醒同学们，今天重要，佛教经典称之为大藏经，分量很大，学习也是一生都学不完的啊。它有10个宗派，一般人只能学1个宗派啊，10个宗派没办法同时学，就像大学有10个学院，每一个学院都非常的丰富。现在我对于这桩事情有忧虑。2015年我访问英国，也是在这边我们宗教和平会议结束之后，我就到伦敦去访问，遇到威尔斯大学的校长啊，休斯。我们第一次见面谈了3.5个小时，我跟他谈的他都能接受，他很欢喜听，很难得了。所以我告诉他，我说你前世可能是中国人，对中国文化这么爱好啊。他也很欢喜。我说我忧虑的是现前佛教没有人承传，这是大事情。他有同感，最后他建议我们共同来办个佛学院，我们现在成为汉学院。他比我还积极，我非常感谢他啊。去年9月正式成立，招生上课了。那么现前是第3个学期，为的是培养汉学人才，所以我们称为汉学院啊。汉学包括中国的儒，也包括佛教，包括道、儒释道三家。
啊，这都汗血宝贵，我们认真努力来学习传承下去，不能把它疏忽，不能让它失传啊！如果失传，我们对不起老祖宗啊！现在大汉学院这个一年多将近两年，在世界各地也是热门话题，做的人不少啊，但是效果未能彰显，我们还是有限，希望大家认真努力。但是学佛最大的一个目标是我们如何把生死的问题解决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！那你是真正得到佛法利益了。佛法有84000法门，门门都可以了生死、出轮回，但是这些法门有难有易啊！我学佛60年，看了这些次经典，回头想想自己做不到，为什么？每一门都要断烦恼，都要有定功、有智慧，才能够得到利益。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。我回想我自己，也没有这个能力。啊，我教我佛学最后的老师是李炳南老居士。他劝我走净土这条道路，我跟他10年，前面5年我都没有认真去学习啊，到最后的5年我讲华严经，这是佛门一波大劫，讲到初住品，是住品里面初住讲完了，我很认真的思考这个门合不合适，最后我自己感觉的不保险啊，真正能够保险成就的只有一门，净土宗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这一门我能做得到，所以我把华严放弃了，专讲无量寿经啊，无量寿经讲了5遍啊，要包括弥陀经、观经啊，这些通通都讲过啊，所以这一门的这些经典，我拿到了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。这个保证书就是3行愿。最重要的一句经文，佛是没有妄语的，都是真实话。这个法门
纵然造无逆十恶，这是堕无间地狱的罪业。只要你临命终时，你那一口气还没有断，最后念的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都会来接引你，这太了不起了。所以只有这一门，今天我们见面，我把我这个回头啊，最后完全寄托在净土啊，极乐世界，把这个信息贡献给诸位同学，希望同学我们都能够啊，依靠阿弥陀佛的威神加持，将来我们都是极乐世界的一份子。我们这一生没有白过啊，这一生我们非常幸运，每一个人过去生生世世时间数不尽的，未来也如是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做出了最好的决定，最成功最有把握的成就，这比什么都重要，千万不能错过啊！他只要三个条件，第一个真心，我讲了6年大小乘经典，各个宗派经典都涉及到，我跟大家做报告的时候，你问我最后选择哪一门，最后选择净土三经，更重要的是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我用的版本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，这个本我最先得到李老师讲过一遍，把他讲的这个本子，他还有笔记，就写在经本的上面，我们看起来很方便。这个本子他给我了，我依照这个本子讲过10遍啊，现在我所修学用的就是老居士的汇集本，汇集本大家有争议有批评，我如如不动啊，不管你怎么讲，我是亲自学来的，而且讲过10遍，华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非常好啊，他是夏老的学生，继承夏老的法门，晚年我们认识了，那个时候我每一年都会到中国大陆去跟他聚会，他往生之后我就很少到大陆去了啊，这都是在这一个世纪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所遇到的无比殊胜的缘分，缘分希望珍惜不要错过啊！我们一个法门净土法门，一部经无量寿经
你要嫌无量寿经太长，修阿弥陀经可以。阿弥陀经是小本，无量寿经叫大本，内容效果完全相同。啊，我把这个贡献给诸位同学，希望同学们努力，将来我们是莲池海会同伴。联合国的缘分无比殊胜，我们用最感谢的心来对待，我们认真努力，不负辜负他给我们的办公室。啊，我们接受这个办公室，就接受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，让世界走到真正的和平。谢谢大家。